好，接下来再来补充一点萌萌的力量了吧。虽然我们开头的暖炉也很萌萌的，但是中间大家就是哇，很帅吧，就炸的乱七八糟。那现在我们还会补充一点萌萌力量了吧？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要登场一下可以吧？突然我后面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我们高雄台北啊，好不好？阅读女仆演出团队是吗？后面都有字，让我看一下，我确定一下，等等。没错，阅读女仆演出团队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抱着你超大的手机，抱公鸡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阅读女仆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掌声欢迎。
Oh,
诡辩哦。哦，诡辩跟聊天下去会得到妹妹吗？会。哎，会吗？可以尝尝看。天哪，我要把这些尝尝看米豆子的味道。哎，好，今天带来很多首就是很可爱的歌曲，那里面也有原唱曲，对，里面唱歌曲都不到位。刚才台下大家有一些 emo 吗？有，前面这里有点害羞，为什么？你在害羞什么？怎么了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明天还时间还有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呢？除了我们先之外，在我们的月光剧场旁边呢，有国二文化局特别的第二季的拍摄。哦，想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朋友，哎，这很深，哎，这很重要哎。啊，搞不好就是比如说100年之后，然后什么火星的动漫文化纪录片就会出现你们哎，很强好不好？这个超强的，想跟历史的部分朋友，明天下午3点在哪里？在我们月光剧场旁边的广场。月光剧场旁边的广场。是的。那你们明天的舞台活动时间又是几点呢？我们的舞台时间呢是动漫乐舞大队。好像在这个舞台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好的，喜欢五月国女部默默力量的大家呢，请大家明天呢务必2点左右嘛，可以早一点来啦，好不好？2点就不对，要抓那个准，不然到时候错过的话，就回家哭。好，不要回家哭，那个很经典的歌曲。啊，要剧透的意思吗？对，为什么旁边的为什么旁边的妹都开始笑？因为他们不看的。哎，那顺便问一下，女仆特调的话，在场每位女仆都会都可以做，没问题。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就是疯狂的做饮料跟做菜，我们才调过来。哦，所以呢，想要做获得他们亲手调制的饮料，亲手做的食物，那他们快拍立得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在哪里？自行车仓库。仓库，对，我们在一个角落的地方，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偏远。Thank you.